有时候经常在露营的时候就牙痛了、啊、不是不是，我们就坐那边等等好久，奇怪为什么，我们说奇怪你们为什么不找他呢，他有啊，我就是说你知道他住的地方你就直接去啊，有啊有去了、啊、门铃也按了、啊啊、对啊，人就不到哪去了，对，然后后来不晓得怎么找、啊、哎他自己来了，我说你跑哪里去了、哎，我说里头睡觉、啊哦、没人找我、啊、有一天我们还叫锁匠去开门、哎、开了进去没有看到人、哦、然后呢他大概下午三四点来了，他说你跑到哪里去，没有我在睡觉、啊、我们锁匠门都开了你还说你在睡觉没有我在饭店睡啊，他说那你那个总机没叫我啊，我说那总机长得漂不漂亮，很漂亮啊，但他睡你旁边他也睡过头了